星輝回響五周年第五屆新秀歌唱大賽現在開始。回避一下，哎呀，哎 ，OK， 好了，可以了。黎明绝对空虚。恭喜晒你，黎明。多谢晒你，林燕妮。好，各位，好戏在后头看哦，好戏在后头。夜念一个角落里，独坐倚黑暗作伴侣，打扫将退下处，是对年轻爱侣。夜念此际正在播，旧人你喜欢哼你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好像不够响，好不好看？好看的话再来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OK，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请问你们刚才都看清楚了对不对？不只是问题，待会儿还有一些表演。OK， 那这个问题就是黎明后面那位歌手许志安在第五届的新秀歌唱比赛是唱什么歌？我知道。你当然知道。哎，快点啦，干嘛这么怕啊？物质链，对，好，请问新秀大赛的这个男主持人是谁？万梓良。对，可以。我想问一下，刚才画面你又没有看，你一直看那边前面的时候，问题你也没答到，干嘛的你？其实我很专心看电视机。对，你专心看电视机，你呢？只是看那个电视机而已，没有看画面。电视机有多大？21寸。21寸。OK， 那大家看到了哈，问题我问完了。刚才大家看到黎明的这个表演吗？好不好看？你当初好难看。哎，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跳的吗？记得。那表演一下。我记得彩排是因为我的衣服是有两条碎碎在上面。因为我记得彩排的时候，因为他最后一个动作是这样子，那衣服上面是有扣子的，就勾住了。结果怎么样？你就这样。结果？嗯。彩排是这样子的。对。它是一条绳子是这样子圈过去。对。那后来我就把这样子的圈从这里中间全部剪断掉，那就一定不会有事。对。那你现在还记不记得当初是怎么跳这个舞的？你自己设计的吗？就是滑来滑去。OK， 黎明忘记了没有关系，你们看都看清楚了对不对？那待会儿呢，我们就会播这一首歌，你们可以凭你们自由的想象空间来跳这个舞，好不好？
红下去，是对你情爱侣，言辞计定在波，就让你喜欢哼你歌，睡了的心在睡，独自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叫你表演哎、欸，但是你好像开万人演唱会，在唱卡拉 OK 啊，大家，那因为很难记得，我只记得我其实我当初我做这个表演的时候，参加新秀的时候，其实我心情也是很紧张的。嗯，我只记住一句话，就是他说永远听到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嗯，然后就怎么样？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向后的，然后再打腿，应该是排舞老师教的嘛。对。就这样子，我记得这一句。对，那你们干嘛都？你们干嘛？很难的看一次。对呀、啊。我告诉你，刚才你播那画面的时候，所有的画面里面的景象，都是给我整个人是很笨的一面，很好笑的一面，全部都会觉得啊好笑啊，哇，你们这样子啊，好像白痴一样啊。谁去留意你做这个动作那个动作？但是我觉得我当初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爱啊，这些动作，然后全部的工作人员你觉得可爱，我觉得好可怕。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出道的黎明，那我想大家回味一下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回忆，绝对不是一个可怕的回忆，可能对黎明来说、嗯、今天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回忆，会吗？可怕的回忆。但是这个可怕的回忆永远在我心里面，当时觉得不可怕，有些东西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觉得很土这样子。对对，好，哎，再来最后一次，你们一定要跳得很好，不可以，我不会再停了哈、哦、请你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你只记住一句话。对，噔噔噔噔噔噔，绝对哦。 OK， 来哦，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哦，来。绝对空虚，绝对空虚，我们中我自愧对。好了，我们再见了，等一下。不要逼他们了，谢谢你们，你们都很含蓄，好像。谢谢你们。对，谢谢你们。那我们怎么分胜负？刚才谁答的最多？谁答的最多啊？就是你答的最多嘛，一男一女。对，一男一女，我们就把礼物送给你们，其他人好对不起，其实没有啊，大家都有礼物，他们都会获得由 Salem Cool Planet 还有精灵音乐唱片公司送出的精美礼物，所以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我们在台上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这个礼物哦，我们待会儿呢，因为太大了，所以到这个台下去领取你们的礼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谢谢你。谢谢你黎明迷，谢谢，来，谢谢你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六位朋友，谢谢。